前唐岩在微博晒出一组美图秀秀，绘画机器人安迪画的肖像画，唐唐笑得甜美可人，仿若画中仙，眉目盼兮，巧笑嫣然。画中的唐岩肤白貌美，巧笑倩兮。最近的唐岩也是美出了天际，看来在二次元界，我们的唐唐一样美得起飞，肖像画仿若画中仙。网友纷纷表白：标准的瓜子脸，聪明的杏仁眼，那稳重端庄的气质，再调皮的人见了你都会小心翼翼。看到这么美的唐岩制作肖像画，粉丝们也纷纷玩了起来，豁出老脸来参加这个活动来了。美图秀秀功能越来越强大了，更加好用，更加丰富了。12月6日是武力美棠唐岩的生日，作为一直以来很深受大家喜爱的明星，不但有罗晋亲自为他主持生日会，同春生日蜡烛更是收到了一本情书。唐岩还在某视频平台和大家分享了这份幸福。从唐岩的晒照中可以发现，这一本情书的包装很是用心，书名就叫致唐岩的情书，作者一栏写的是唐蜜。这张照片中能够看到一位唐蜜用多达7种字体写上生日快乐，另一份情书中的唐蜜无疑是幸福的。在给唐岩的情书中可以直观的看到，这位唐蜜见过唐岩本人，还很是期待2018年再次相见。